2019年8月25号傍晚的时候，我是逛逛商店而已。问问题是伤害性嘛 ？Are you doing OK？ 那就差没有问你是不是在病着，有没有生病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？这我只是逛商店而已，看看选选商品的，瞅准机会怎么跳进来伤害我一下。然后呢，还有操控收音机的也是一样的。2019年8月25号今天晚上。操控收音机的都已经恶意播放了。